比如说在其他国家，你看广告一秒钟完成，泰国没事，办法，好啊，看完了。所以因为我们代表什么，比如说我们生活比较轻松，慢慢来，连我们广告也可以慢慢来，但是在它的很慢之中要有什么幽默感。所以你看到泰国电视剧，你会发现一种就是很长很慢，但是最后就有一个非常搞笑非常幽默在最后，这就是代表泰国的轻松没变来，同时搞笑的